我们又上了一道菜，第三道菜，这个算是正餐了，应该是热菜嘛，像是锅包肉是吧？嗯，对，这个勺很有特点，不涩不香的，特别沉，可能是铜的还是怎么样，特别沉。然后这个肉，尝一口。第一道菜是大蟹腿的汤，第二道菜是海参和虾的捞拌啊，对，这个叫捞拌嘛，对吧？捞拌。海参和虾的折皮捞拌，这个应该是鸡肉锅包肉，这是鸡肉啊，我猜的鸡肉锅包肉，嗯，很嫩，鸡肉锅包肉啊，这回是鸡肉锅包肉啊，嗯，有创意啊，鸡腿肉锅包肉，然后再加点菜，把这个蒜还有葱。哦，这么吃的呀？我猜，应该是。加上一起吃特别好吃。还有汤，蘸点汤。嗯，对。不错。开始。这是比正常的猪肉锅包肉要嫩。嫩多了，而且我特别不爱吃猪肉。嗯，特别嫩啊，嗯，而且很脆，值不值？咱俩这400块钱花值不值？嗯，我觉得挺值的，因为之前花在长见识上了，没吃过。一个是什么蟹腿儿，用料挺好的，对吧？一道一道菜上的，海参用料也挺好的。这个虽然用料不考究。但是味道是没吃过的，嗯，真是，所以人家可能招牌菜自己开发的，他那个这不33的扣子吗？还有贵的，5万的，那估计用料就更好了。其实我们有点创意的话，我们也能想出来呀，是吧？就同样的方法，肉换了吧。大家都厨房用一个厨师啊？那不知道，应该有跟刀吧？你像这个粥和这个东西，应该是跟刀做的，不是厨师，厨师在做那个。嗯。这个是。又上了第四道菜，这是在中国经常会吃到的吧，这叫就是海鲜拼盘呗。嗯，它有啥？有海参，这个是一片吗？这个也许是扇贝，那个是鲍鱼，这是辣椒，这个是蘑菇，然后这个是那个小白菜，这个是蘑菇啊，可能是鲍鱼，它是鲍鱼，或者是螺，或者是鲍鱼，不是那个腐竹，可能是香啊笋，对，尝一口啥味儿？这个应该都是它的，还有虾仁，应该是鲍鱼或者螺，是竹笋，对，竹笋，是螺。然后有点一点海参，这个是什么呢？你看，这也是一种海鲜哦。像是什么？吃到像。就是，我觉得味道比较普通。嗯。中国经常会吃到这个味道。嗯。你说中国会经常吃到吗？嗯、你觉得是改良后的中国韩国饭店会经常吃到？嗯，对。嗯、这可以拌个那个面了，是吧？哦，对，拌个面。这个海鲜什么什么面，经常会有中华楼里边的那个海鲜面。嗯。但是那个没给放海参，这个就是给放海参了。嗯。就是告诉你，没有上档次了。加点像建行的老板的饭店。哎，对。建行的豆。怎么豆了？差不多。嗯，在隔离嘛，他说出来以后，他好争取好好改造，
出来以后重新炖。是因为谁给他豆腐了？嗯，谁给他豆腐了？因为他妈，他丈母娘还是他媳妇，嗯，给他送了两块豆腐。嗯，韩国种豆腐是出狱的意思。啊，真的？你没看韩国片吗？嗯，你要接一个犯人出狱了，你要给他拿两块豆腐。真的？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意思。我的妈呀！天哪，这太埋汰人了吧？有这么埋汰自己家？嗯，可能建行知道，他们不知道呗。也有可能。那估计是政府没给你去送物资。嗯，应该是。你这个政府送的物资不是政府主动说的吗？也没有你问是吧？没有。嗯，韩国这点还比较好，虽然是外国人，但是呢，入境韩国了之后啊，居家隔离也是免费的。然后呢，让我们没想到的是，政府送了很多垃圾袋，而且垃圾袋正常也是收钱的，对吧？对啊。你过日子扔垃圾是挺贵的，收钱的。他那垃圾袋是专门处理，像我们处理我们实验室的那种危险物品一样。说白了就是高级垃圾袋，非常。我感觉这是一盘女士就是减肥的沙拉菜，就是鸡肉不是不爱胖吗？嗯。然后就是用鸡肉做的，然后这个味儿就感觉像是沙拉，中式沙拉。让我们更没想到的是，不但送垃圾袋，每个人还送了一大箱子的吃的，里面有那个。现在还没吃完。啊，现在还没吃了，都要过期了。我们全家吃。里面有即食的米饭，还有方便面，还有海苔，还有那种一加热就能吃的那叫什么东西，嗯，印度人吃的咖喱啊，对，咖喱牛肉什么的，然后还有韩国式的那种大酱汤啦，都是打开加热即食的，还有牛肉汤啦，嗯，还有海带汤啦，全都是免费的。我估计价值能值个十几万韩币吧，就是对外国人都这么好，没想到。哎，所以我们的税呀，交完了，交税还是值得的。嗯，你想。美国最近排华很严重，你知道吗？嗯。有个老太太，中国老太太不会说中文，嗯，走在大街上，被一个美国女的给袭击了。老太太结果把那美国女的给打倒，给打伤了。然后他家人就筹款，给老太太治病。原本说筹50万美金，那么多啊？啊，结果筹到90万美金。那老太太什么病？被打伤了一点，就是看头眼睛往上肿。那买个房子了。嗯，结果他们把这个钱，捐出去，捐给这种反歧视的组织了。那是有钱老太太。嗯，我也不知道。你给我90万，我也舍不得捐呢。还有一个女的，一个女按摩师，被一个顾客给杀了。他是排亚裔，因为他分不清日本人、韩国人、中国人。嗯，但是导火索应该是跟中国的关系不好。对，所以很多人跟着倒霉了。嗯，韩国人跟着倒霉了。啊，对啊，韩国人。因为韩美关系还不错嘛，但是长得像。还有个女的说，她老公在高尔夫球场。就是那种定期的会员嘛，就是那种会员，正式会员。嗯，跟他朋友，中国朋友打高尔夫，就打得慢一点。嗯，后面一个球就上来，
差点给他俩打，因为那个球可有威力了，要打到人，人真的死了。然后给他老公朋友气的啊，把那个人球捡下来就扔旁边树林里。那个人就上来跟他们理论，我是个小胖矮个的美国人，然后他老公个儿高，就把那美国人给揍了。揍完之后，知道这个胖美国人不是就是那个会员，就是那个临时来打球的。然后那个球场就给他老公道歉，医药费都球场出。然后那个怎么地了？只能说现在华人真是让大家想到当年犹太人那种那句话了。当他们什么去侵犯别的人的时候，我没管。当来侵犯我的时候，也没人管我。嗯，亚裔一般来说也不惹事儿。嗯，对呀、啊。老老实实的，干活呢也比较勤奋。啊，这是鲍鱼，这不看着了吗？小鲍鱼。嗯他跟黑人还不太一样，嗯，有意思。黑人他有这种，其实我是反抗，我来征求这个民主的这个。黑人是你还没开始歧视我，我就开始反抗了。嗯，他反抗精神特别强。亚裔是，就关注我自己。亚裔能忍，一般都忍了。嗯，对。实在忍不了了再说。嗯。所以他一般不参加竞选什么的。嗯，这也是很普通的菜，经常在中餐馆能见到的。这个是我，他问你是要一个很一个爬壁哈呢，棉爬呢？要是要饭还是要菜？嗯，要上甜品了。就是我们的第四道菜。这叫青椒肉丝吗？嗯，对，青椒肉丝。再加上这个，一人给了一个小馒头。花卷，花卷正常是卷着吃的，是吧？正常是卷不了啊。其实这个扣子对我们来说是有点多的，是吧？有点多。这一盘我俩要是点上两个，比如说面的话，吃一盘菜可能就够了。但是，扣子确实挺实惠。菜量。很大的，我看那就有点略微的撑，还是给我们上主食，没有主食的吧？有面和饭，我要了个面，要了个饭。那估计可能得打包点东西了。吃不了就打包走。今天给我饿着，我就想多吃点。我晚上我一定得好好犒劳犒劳自己。我这一天。埋头苦干呢，我连个饭都吃不饱了，然后我活着有什么意思呀？可以晚上我说让我老公带我出来吃个饭店，不饿也可以呀、咱俩开现在天好了、可以开启探店之路了吗？这每探一次哈，就觉得心情会比较好。哪怕是吃不着什么特别惊艳的，白花钱了。那谁让你有钱呢？你不在乎对吧？然后。我觉得韩国的种族歧视相对来说差一点，对不对？韩国没有种族歧视。韩国是统一民族。还有什么族？没有。没有吧？那它只存在说外国歧视。对。它歧视的是外国人。所有韩国籍的基本上那都是大韩民国嘛，朝鲜族嘛，就是这个嘛，没有外族啊。再一个，你歧视中国人，你歧视得着吗？你看不出来呀，是吧？有的语言好点的你更整不出来了，你看不出来。对，你歧视我不张嘴你怎么整？
而且韩国人相对文明。你哪怕听说哈，听说有歧视的，你在生活中也很难见到。对外国人更多的是，尤其像我们，像越南呀、中国的这些国家，他们可能怀疑同情。他对外国人更多的，我感觉有点好奇。嗯。哎，他表现的都很惊喜。嗯。哎呀，我好容易见到一个啊，你是中国的，他就开始跟你显摆。我知道沈阳，我知道青岛，你知道吗？青岛啊，北京。他就很好奇，像小孩似的。就反正我们经历的都是善意的比较多，没有说因为你是中国人，他有瞧不起的感觉的啊，没有。包括我在干活的时候也是，干活的地方也是，他们表现的都非常好奇，非常善意，反正给我的感觉不错，就比中国的这些地域歧视都强。对，比如中国人，你对新疆人啦，你对甚至河南人，对吧？对，或者你是北京上海人，你这所有外地人那都完了。人不能笑话说吗？那新冠病毒，老太太就不戴口罩，为什么呢？都是他们外地人才得新冠病毒。完了，上海你怎么能得新冠病毒呢？上海人怎么能得这玩意儿？就是这样，那就赤裸裸的歧视。哪怕现在哈，那些高楼大厦里住的全都是外地人，上海本地人根本就没钱，哎，他们也很牛，也很自信。这个我也有点吃不动了。我也不明白为什么韩国人喜欢吃这个。反正对你来说，只要是有蔬菜的东西，你都不能理解。还有辣椒，这是唯一几个韩国引进的中餐的之一。对。而且在韩国挺流行的。提到中餐，就有那个糖醋肉，其实就是锅包肉和肉段合并的，对吧？对。而再就是这个东西。这其实叫什么呢？叫青椒炒肉啊。嗯，青椒炒肉。大概是这个东西吧。别的就我最喜欢吃，它这里没有笋哈，正常里边得放点笋才好吃。别的就没了。有笋。有笋呢？有。这我觉得就太普通了。特别是你蔬菜不蔬菜还整辣椒。嗯，还整不一样颜色的辣椒。不是很奇怪，你说韩国人是不平时菜里也不吃辣椒？你知道给咱这大枣干嘛用的吗？不知道啊。是，分到咱自己的碗里吃的用的。但是咱俩也不分你我，就这么就对着盘就吃了。有的外国人是分的，对吧？害怕。不过这个桌里，这个桌上有那个。有外人。外人。这你还吃吗？我这海蜇也吃不下去。我正常是要拌饭吃的，也没有饭。一会儿就来炒饭了，你等会。啊，哎，你啥都吃不了了，啊、我一样都没吃了，要不然怎么说是饿死我？早晨就吃了几个冻虾。我觉得这几样哈、啊，还没有达到说我们能请朋友来的程度。嗯，不惊艳。特别是最后两样，谁都吃过，嗯，味道也没好。对。那要是一开始那个水平还挺好。前三个还很不错，也许是咱不会点，因为我们要点不会点这个。我们要点，贵的扣的肯定是最好。不知道，贵扣子有点太贵。我跟你说哈，贵扣子也许是前三样换的更高级，反正还是这个。贵的它不是三样海鲜、五样海鲜那种吗？嗯。它从海鲜上贵，终于也吃一回扣子啊！嗯，
这就不错了，还行，挺不错的。